我是退学实况组的欧阳嫣儿，今天一样要来介绍30团本的老四。那组合的话呢，建议是一样要2个坦克，奶妈的话2只巫医，1只牧师，或是使用3只巫医1个牧师做开荒用。然后呢，输出的话没有特别的要求，但是基本整体单体输出平均要有3500左右。那每个人的战力要求大概在55000以上会比较好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图解，橘色的地方站2个坦克作为反方向拉网，蓝色的其他人要贴着网的背面，距离越近越好，因为我们必须要让巫医的图腾去让坦克也能吃到。那接下来一样有5个重要的重点跟你们说一下。第一点，坦克要反向拉网，避免顺劈打到输出，而坦克在看见顺劈出来的时候也要躲掉，然后再回来继续弹。第二点，每一层 debuff 换一次弹，在当前的对话会有血换弹。第三点，被球拉到的人要注意，不要让球碰到人群。在对话一出来的那一瞬间，马上走，球消失了就可以继续回到输出的团队位置。第四点，找个眼力好的人看棺材的位置，然后把正确棺材前面的小王打掉。打完之后呢，把王拉回原位，继续循环以上的步骤。第五点，巫医必须记得注意好团队血量，分配好技能，以免溢出治疗。这很危险，因为要是在团队血量都很低的时候，那些团补技能每一个都在 CD 的时候，很容易造成灭团。那其实这一关的重点就5个，因为它非常的好打，主要是10个人的团队默契啊。必须要非常的好，还有必须要有一个当主抠。那这关基本上是难在要找一个会赌博的人来看这个钟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啦。那祝大家打老四顺利喽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有任何问题可以点个喜欢，然后在下面帮我留个言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